叔叔阿姨们好，我是姐姐小颖宝，他是弟弟小晨晨，我们相差一岁，我们两个好久没在一起了。今天爸爸妈妈带我过来和弟弟一起玩，两个人一起吃东西，好香呀。天气热了，我的小脚都出汗了。弟弟一直在看我吃东西，他好像不想吃。我拿东西给他也不要。弟弟来，姐姐教你活动一下小脚。弟弟，你快啊，到你动脚了。弟弟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是不是要拿东西给我吃？弟弟，爸爸妈妈买的东西好不好吃？来，弟弟，姐姐亲你一口。姐姐不用了，我给你东西吃。我不用了，弟弟，我还有的。你不要，我就自己吃了。这东西好香呀，我太喜欢吃了。弟弟，你喜欢吃，姐姐再给你一块。姐姐，你怎么拿掉了？你怎么不拿起来？这东西真的好香，我也吃一口。弟弟没有了，我把碗放着。我们少吃一点，吃多了肚子不舒服。和弟弟在一起真好玩，不用爸爸妈妈操心，我们都是乖宝宝。姐姐，你这是什么动作？怎么我一说你就不抬手了？姐姐，你是在看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看。姐姐，我们出去玩。走吧，弟弟。原来你是带我来这里，没什么好玩的，我就看着你自己玩。姐姐，你过来和我一起玩呀。弟弟，你等一下，我拿一下东西。你叫我过来玩什么？姐姐，你扶一下我，太危险了，你还是下来吧。